到现在还不敢去相信，因为毕竟是生活了那么多年了，我觉得接受不了的事实。我同事会调侃他，说你儿子长得挺漂亮的，然后说好像怎么跟你一点都不像嘛。这就是小孩那个叫啥，眼睛大嘛，鼻梁高嘛。他爸爸不是很好看的，有点就是不一样，就是没这么好看。你们两个人怎么生出来这么好看的儿子？这个是不是技术上面有什么问题，然后想着肯定是这个问题，